这次课呢，我们对于学员 PC61112 他做的幻灯片呢进行一番点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61112这个学员，他做了一个跟知乎有关的一个幻灯片。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这个蓝色的背景的选择应该跟知乎的视觉风格是匹配的啊，这个蓝色页数不多啊，只有八页，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它的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们仍然会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首先来播放一下啊，看看它这个幻灯片有没有什么动作。现在播放，首先它是空白背景，然后呢知乎出现，可以，哎呦呦，轰然下落是 Keynote 这个软件当中的一个自带的动作效果，但是呢你这几个人用这个动作效果感觉有点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知乎出现，然后呢，哎呀，这几个人其实你知道有那么重要吗？还有你这个整个的排版啊，这个知乎太小了，你可能没有比较大的 logo 啊，但是呢，你在这里边我对它做介绍的话，刚才那个太秀气了。这个 by 呢就不要写了，或者你一定要写的话呢，你就把它们做成两行，然后呢用一个居中的这么一个版式，并且把这个做到零啊，那么这个 by 谁谁谁啊，给他一点空间。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排版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这个轰然下落啊，真的不应该有。所以呢，要把这个动作取消掉，anvil。你可以用一个什么呢？可以用一个 dissolve 就可以了。这个 dissolve 是自动跟在它后面的啊，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再来播放一下，知乎出现，然后呢，这样。比刚才那轰然下落的这分寸要掌握的好一些啊。接下来这一页，如果字和这个图叠在一块儿的话，相信它是有动作的。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出来这个倒影的使用是绝对不应该的。这个倒影啊，它是在这个幻灯片当中自己加的这么一个，你看 reflection 50%，你加上这个倒影，你不觉得这个观众的视觉啊，认为你这个界面没完吗？下边还有。也就是说什么呢？这倒影要不然就不加，比如说把它取消掉，这样的话呢就好很多了。那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做幻灯片的时候，喜欢给这图片加倒影。这个倒影啊，实际上一般来讲就别加了。就它给你提供这功能，包括一些动作效果，你知道有些时候做出来很可怕的。你把这个倒影调得比较弱呢，这整个的这个大背景已经没了，但是呢这两框子还在，所以呢。千万不要在这里边做这个倒影了。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现在也比刚才那样好，是吧？干脆就取消这个 reflection。这样的话，至少你没有任何错误。我们现在看啊，这么的内容。好，接下来看到下一页，再看下一页。哦，这还是倒影问题。你看到这个倒影呢？还是如果你要加的话，要把这个倒影调弱一些，调的若隐若现，一定要看不清下边这个倒出来的这些字才可以啊。比如说达到现在这么一个程度，这样的话感觉好一些。实际上这页也完全可以不加这个倒影啊，这页倒影，你看这个倒影，这个倒影呢，这个新浪微博这个 logo 啊，正好在这个最下面，它倒出来整个这 logo 变成一个什么样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倒影，但是呢，你在这里边加，它仍然不合适。所以这个倒影不管你怎么调啊，如果你想让它有一点倒影的话，调7%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去播放它，我们看到，至少这个微博的 logo 不会被弄成刚才那样变得很严重的那么一种状态。好，我们现在看到它最后呢也用了 thanks。一般来讲，在给人讲的时候，你这个 thank you 也好，或者 thanks，你用嘴说就行了，不一定非得在这个最后一页写出这么一个内容。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它用了 thx，我相信这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惯用的一个手法，一个缩写是吧？thanks。要写呢就写完整，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去感谢人家？如果你要写，就不要写缩写，你要写全它，你要写呢就把它写的完整，并且呢有诚意啊。现在你会看到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实在是太感谢了。实际上呢这比较啰嗦啊，那正常来讲，你只要写什么呢？你只要写 "Thank you" 就可以了，写 "Thank you" 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还记得你刚才写的是什么？THX 这什么东西？显得非常非常没有诚意。也就是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
这可能是一种情商在幻灯片制作当中体现了。我提醒你注意的就是，在这里边要显示自己诚意，thank you，thanks，不要写缩写啊。这就是对于这个幻灯片 PC61112 它的这个整个的内容的一个稍微的一个改进，主要就是三个问题，还记得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这轰然下落啊，这名字这是错误的动作效果。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图片的一个倒影问题啊，这个图片的倒影用的太大了，影响人们的视觉的一个观感。最后呢，就关于这个 thanks 的一个缩写，千万不要做这个缩写啊，要把它写完整，可以了。非常感谢学员 PC61112 发来幻灯片，供我来点评，供大家来一起学习。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发送你自己做的幻灯片啊，来做我们同样的用途。好，非常感谢你这次课的学习，我们接下来会学习新的内容。